其实刚刚那一首《幸福一线之间》哦，是在啊、表达三手线，是三线海线的连结哈、哦。对，那其他的歌其实背后都有台中的故事。是，那我们现在待会可能要跟大家分享的是啊、一首这一次哈、哦、创作的啊、哦、台中的希望。啊，那里面的歌词有我们的故事，是，事实上也是每一个人在台中的故事，啊，是，可以跟大家来分享。所以肯定有朋友把你的双手接好玩，我们掌声来欢迎嘉龙、宛如还有我们老师一同带来的台中的希望，掌声欢迎，谢谢。会唱的我们也是，我们现场的朋友可以一起来唱。跟着我们字幕，而且把你的扇子，是，现在气球来一起拿出来。跟着我们一起啊，挥动好吗？一起起动，过去后来成长，只要坚定来脚步，幸福在手中。台中的希望，希望的台中，相信的是你，快乐笑容。台中的希望，希望的台中，上水的是咱坚持理想，因为城市充满感动，因为有你予阮力量。台中的希望，希望的台中，实现咱的梦，咱的台中。高高举起你的手，好吗？把你的气球，把你的扇子，这样画面很漂亮哦，所有朋友们，来一起。哇，你下起雨咯，过去无咱心中，只要坚定咱脚步，幸福在手中。台中的希望，希望的台中。上天就是你，快乐笑容。台中的希望，希望的台中，上水的是咱坚持理想。因为城市充满感动，因为有你予阮力量。台中的希望，希望的台中。双手再来。台中的希望，希望的台中，心的声是你快乐笑容。台中的希望，希望的台中，上水的是咱坚持理想，因为城市充满感动。台中的希望，希望的台中，实现咱的梦，咱的台中。台中的希望，希望的台中，实现咱的梦，咱的台中。来点热情掌声给自己好吗？是，谢谢现场所有的朋友。谢谢，请两位到前面来。我们也有台中希望小卡的部分，是就有机会上台来获得嘉龙兄所送的这个希望 T 恤哦。不过我们知道这个嘉龙委员的这。